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宗教啊，其实呢是人类非常需要的，跟我们的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。可是呢，圣严法师提醒我们，光光有宗教的信仰是不够的，你还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你的宗教，叫宗教的生活。那光有宗教生活呢还是不够的，要有宗教的修行啊。那么在佛教呢，是希望大家能够修福修慧。那么光有宗教的修行呢，师父认为还是不够的，最重要的还要有宗教的修养。那么修行已经很好了，那修行跟修养之间有多大的差距，有什么差别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啊，详细的说了宗教的信仰、宗教的生活和宗教修行，对我很有帮助，因为我有宗教的信仰，后来我就慢慢的有宗教的生活，后来也开始了宗教的修行，我觉得真的带给我很大的不同，生活有很大的不同，而且得到自己都觉得得到很大的益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啦，那为什么还要有宗教的修养？宗教修养是什么呢？宗教的修养呢，应该是最属于精神面的啊，还有属于这个心灵的，属于精神面的。我这个接触到的一些宗教领袖啊，有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的思想，和宗教的这个生活都有。那可是呢，在气质上啊，就不是很有修养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也会计较，跟人家计较，跟人家争论。那也有的人在找位置的时候，跟人家抢位置坐。那么像这种，情形，我们就说他没宗教修养。一个有宗教修养的人呢，他是非常谦虚的，虚怀若谷，还有呢，他是会尊重所有的人的，那对自己来讲的话，他这是非常有信心的，而且呢，他这个人格是非常稳定的，从外表上看他，他是稳定谦虚之外呢，还有他自己的内在呀，也是经常是保持平静的状态。所以有些人有宗教的修行，但是内心呢不一定平静，有宗教的修行脾气还是很大。可是修行会不会最终会带来修养？会，但是呢有的没办法。有的就是修行他很投入修行，可是呢这个修养还是差一点，情绪来的时候啊他也没办法控制，遇到了就是对立的状态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，那就觉得这个是我的仇人，这是我的敌人。如果有宗教修养的人呢，看不到有仇人的，看不到有敌人的，这是呢看到的这是众生，这是看到的佛，看到的菩萨，或者是呢那其他的一神教来讲，这是看到的是天师，看到所有的人都把他当天师看了，看到所有的人都把他上帝的，把他当成上帝看了，比如说那个 Teresa， 德蕾莎修女，她是把那一些街上啊没有人照顾的那是病的，病在躺在这个马路上边上的那些没有人照顾的人，他把他当成上帝看，他说这就是神，他是为了爱神，所以是一定要把这些人呢照顾得好好的。这跟我们佛教的精神好像很像。是啊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人当菩萨看的，把众生也是当作佛，当作未来的佛，对，当作菩萨来看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说神启示你要你照顾这一些人，这个神的爱就在这一些人的身上可以呈现出来，你能够有爱，也因为这一些人就呈现出你感到神的爱。这个 Teresa 这样子的一个人呢，就是有修养的了，这是有宗教的修养啊。是。
那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神父啊，他们的确是炉火纯青，他们也是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进神学院，然后做修士，然后做神父，然后可能读到主教，啊，有的人一辈子当神父，有的一辈子当修女，有的一辈子当修士，不因为他们的这个阶级的关系，所以有没有宗教修养，有的这个他的行政上的这个神职啊，相当高，不一定宗教性这个修养，宗教修养不一定高，不一定高，有的呢，他就是一个修士或者修女，他那个宗教修养就相当高。是我们在台湾啊，也常常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外国的神父啊，是或者修士啊，在我们偏僻的乡间啊，奉献他们的一生，是蛮多的。那这个呢，我在对我们佛教徒来讲，我们佛教徒里边呢，有宗教修养的人是比较少，比较少，有宗教修行的人蛮多，有宗教修养的人就层次啊。就到这宗教修养的这个人的层次就比较少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跟那个跟佛菩萨的这种好像距离蛮远的，自己好像并没有进入佛菩萨的心中去，好像没有进入佛菩萨的世界里去，也就是宗教的体验里头他没有，他只知道信仰。他自己知道生活应该怎么生活，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呢，只知道出家人的生活要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是如何的，就是感受到自己是跟佛菩萨是，不会离开的，所以禅宗讲啊，禅宗讲什么呢？说朝朝共佛起，夜夜抱佛眠，每天晚上啊，就抱着佛睡觉，早上起来是跟佛一起起来的，像到这个程度就是宗教修养了，因为自己心中他就是跟佛的慈悲心、佛的智慧心是相应的，这叫做宗教修养。所以有宗教修养啊，才是真正的你能够体会到了，哎呀，作为一个宗教徒真是值得。是，那怎么样才会从那个，您有讲过修行嘛，哈，怎么样修福修慧，那怎么样有修养呢？这个修养啊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从修行开始的。从修行的过程之中，把自我的小我啊，至少要把小我能够啊撇清它。老是如果为了自我的利益，以自我的利害，以自我的成就，用这种心来修行的话，永远没有宗教的修养的。哦，那师父这样讲我就懂了，就是修行跟修养之间差别，就是你有没有把自我消融掉。对，如果把自我消融掉，你就比较有修养。为什么一些修女啊，这个修士、神父啊，还有这个佛教的出家人啊，有修养的，或者是佛教的居士有宗教修养的，就是说至少是个人的我他会放下，他就想到很谦卑，这个人这个不重要的，是这个上帝是最重要的，或者是呢佛是菩萨是最重要的，众生是重要的。那如果有到这种程度，我们叫它什么呢？修行的一个程度上叫做统一心啊，同理心，统一心、统一心，也就是我跟佛菩萨是合二为一的，我跟神是同在的，有这种体验，有这种经验，有这种感受，是那一定会，这个你会非常谦卑，是啊，你对任何人一定是尊重，是啊，你不会有说啊，这个是个仇人，这是个敌人，是。谢谢师父开示，从师父的开示里面啊，我们对宗教的了解又更深了一层。宗教的信仰呢，是要把自我呢放下来啊，让我们学会谦虚，学会尊重别人。我们要充满了信心，同时人格要非常的稳定，同时呢内心非常的平静，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境界。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再回到大法鼓节目。
那么刚刚呢，师父跟我们谈到这个宗教的修行啊，跟宗教修养的差别啊。那么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有很多很多的启示，不晓得您的感受怎么样啊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师父啊，就是说这个宗教信仰啊，宗教修养啊，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消融自我。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师父打禅的时候，我有两个非常棒的体验。第一个就是师父教我们拜佛、礼佛，就是然后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把众生当作佛一样。哎，我那时候真的就体验到谦卑。好，然后感觉到那种谦卑所那个心的柔软，哎，我觉得好像就都要掉下眼泪来。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非常好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是不是就是师父讲到的，是一种体验到了一种宗教的修养呢？是这样子啊。嗯。宗教修养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宗教观念的作为指导。如果没有宗教观念作为指导，修养是不容易产生的，只有宗教修行、修养不容易产生。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位啊先生，他也是佛教徒，但是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呢，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位君子。他这个琴棋书画，医道，还有呢武术，他几乎样样都行。这个应该是修养很高的，是啊，应该是他在这武林里来讲的话，他的武艺非常高明。那在这个书法呢，画画书法都很高明，那个艺术啊也很高明，这个就很像是武侠小说里边的那些高人。是，这我见到过这个人呢、那么这个人呢，平常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，他这个真是就是温文儒雅的一个一位谦谦君子啊、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好的，可是就是对他自己不好。对自己不好？怎么说呢？他压抑自己。他也知道，作为一个君子，作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，是一个医生，这么上流社会的人，应该呢，这个语言上有礼貌，这个身体，对人行为就是举止都应该呀、都是非常中规中矩的。对。可是呢，他心里边呢很空虚。虽然呢，他这个艺术啊、武术啊都有。好像这种修养很高。都有。艺术修养很高。那就是说心里空虚，心里空虚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，那就是酗酒。酗酒。喝酒。喝酒啊，就是拼命喝酒。因为太压抑自己了。是，喝了酒以后，然后就爆发。爆发起来的时候啊，他把门关起来，不让人家看到的。然后呢，甩东西啦，这个毁东西啦，他都有。那么这些事情只有他的家里的呀太太知道，其他的人孩子都不知道的。但是太太也不敢讲。这样很痛苦哎。很痛苦啊。对身心都是一种折磨。而且他也是佛教徒。他也知道金刚经，他也知道修行，有金刚经啊、弥陀经啊，他都知道，都也会诵经，也会打坐，都会啊。六祖坛经他也很熟啊，那就是缺少的就是修养，就是修养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是他这个有一个知识障，一个知识障，他障碍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真是。样样都行的，样样都好的，天资优秀，这非常天资骄子啊，非常天资这个这是了不起，真是天资骄子，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人，这个资质非常好的一个人，那因此呢，他就有一点什么呢？有一点好像天下人皆醉，我独醒，比较唯我独尊，是不是？自视比较高，也不是这样子，就是一种孤独。孤独啊，高处不胜寒。
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对对，天地之悠悠独颤泪下，这种感觉。他倒没有像君临天下的这种的姿态想法都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只觉得孤独，孤独，没有知音，那么这个因此呢，就是心里很痛苦，这是我举这个例子啊。那么如果是有了宗教修养的人呢，他应该是这样子，应该呢，自己知道多少，懂得多少。这个是啊，先天的富裕，还有呢，环境里边的人呢、事啊、物啊，这是一切都是因缘的。能够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不能够怎么样就是不能够，没有强求的事。那自己还是做一个平凡的人，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因为。机遇好，因为父母生的这个身体好，这个所以是这样子好。但是呢，人还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那自己甘愿自己是一个平常人，应该接受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平常人。同时，不要想到自我有多大的成就，不要想到自己有多大的奉献。这个，那。自己奉献能够有成就，不要计较它。如果老想到这个，是不是就是自我心太强了？就是自我心吧。那就是能够化解、消化自我。所以说我常常这个提倡有三个名词啊。自我肯定。对。自我成长。自我消融。那一开始自我消融是不行的，一定要肯定自我。然后呢要成长自我，肯定自我就是知道自己的分量是什么，然后成长自我不断地要求成长，那成长是没有止境的，学无止境，人的人格的成长也是没有止境的，那如果知道这个成长是没有止境的，那应该知道自己是非常有限的，因此呢要自我消融，那有多少成就都不以为这个什么不得了的成就，或者是自己的思想有多大的了不起，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有限的。这个庄子就讲过，人呢身也有雅，而智也无雅。那么这个，也就是说自己是实在知道太少了，是懂得也太少了，而这一点点不算什么的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把自己化解了。没有自我中心，然后再来体验。再来体验呢，一个人的自我，每一个人的自我是很小的，宇宙的这个是非常大的，是宇宙是无限的，是个人是有限的，个人的身体有限，头脑有限，个人的福报有限，个人所拥有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少的，只能比说起来沧海之一粟，可能比沧海一粟还要小，一粒小小的这个对，一点点哈。这微不足道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把自我化了，而自我化了以后，就是它是这是海阔天空，是自由自在，而是呢，非常的谦卑，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宗教的修养，是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知道宗教的修养啊，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体验过一点点谦卑的滋味，那一点点谦卑呢，就带给我很大很大的这个福报，就让我减少了很多很多的烦恼。所以佛法的智慧真是了不得，也欢迎你待会儿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朋友你好，欢迎再回到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在刚刚呢，师父跟我们谈到自我消融啊，是获得宗教修养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。那么我记得我在跟师父打禅三的时候呢，师父的讲题就是自我肯定、自我成长、自我消融。那么在那一次的这种体验里面啊，透过师父的这种说法哈、我开始尝试着去做，结果呢？就使我的生活有了截然的不同，然后真的我觉得谦卑和自我消融啊，在生活里面如果你去实践它，
入真的是非常重要，可以让你少好多好多的烦恼啊，对不对，师父？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这么重要的两个法宝？为什么他们能够减掉这么多烦恼？因为烦恼是从自我中心产生的，有了自我中心，这个自我中心也是非常的顽固，我觉得，是不是非常的顽固，还有呢非常的诡异，也非常的这个难以捉摸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自我中心这是一种执着而已，并没有一定的一个什么叫做自我中心。那究竟是自我中心是什么？自我中心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子以后啊，自我中心根本不存在。比如说这是我的身体啊，对，师父讲过，这是我的财产，这是我的家属，这是我的名誉，这是我的地位，这是我的思想，这是我的事业，各种各样的，所以说我的、那这个围绕着，这叫自我中心。那究竟我是什么了？我是什么？对，说我是灵魂，灵魂是什么？这是非常啊。对，师父讲过是上一秒钟是我，这一秒钟是我，还是下一秒钟是我？对啊，哪一个是我？对，那是从时间上来看，那就是说你刚才讲了，就是时间，这个在不断的流动。是，那究竟是哪一段的时间是我？刚才的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马上又划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。是，那究竟是哪个是我？说这个问题呢，所以自我中心本来就是个虚幻的东西，但是人不知道那是虚幻，所以是呢，老是在想到，哎呀，我被人家说了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什么是这个受到伤害了？哎呀。我受到损失，我受到损失了。还有，哎呀，他在整我了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觉得自己的安全啊，或者是呢自己的面子，这个自己的还有啊，自己个人的心理也会有冲突，也有矛盾。那个人的冲突，这个比如说，有个女孩子要嫁人，嫁人的时候啊。父母有父母的意见，他自己有他自己想法，自己的想法之中啊，有几个男孩子，他不知道哪一个是更好一些。这个还没结婚以前，已经思考到结婚以后夫妻两个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多久，或者是呢，是不是准备结婚以后弄得不好就会离婚？这个念头这样子一来的时候，还能结婚吗？这个还没结婚已经很痛苦了。结了婚以后随时随地就预防着他的这个先生可能有外遇啦，可能对他不忠啊，可能性格不合啦，或者是公公婆婆对他会怎么样啊，或者是叔叔伯伯或者是小姑这会对他怎么样啊。这些问题实际上这都是不需要的一种啊忧虑，过分的忧虑没有这个必要，到了时间再说嘛，到了时间又应该处理这么处理，那就没有这些问题。可是人这个经常都有在这些复杂的一种念头和情绪之中啊打滚，这个叫做什么自我。如果一个是淡化它，一个是呢不要太重视它，你只要获得非常的踏实的活在现在，那自我中心是非常的淡薄的。自我中心淡薄以后，自然而然自己觉得没什么安全感不安全感的问题，那这个人就是过得很快乐，很自在啊。是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，一个宗教的修养啊，又好的人，他这个跟环境的对立的这种对立性啊又少，那自己的安全感呢？这个环境指的是客观的环境，还是包括人啊、事啊？所谓环境包括呢？社会环境，自然环境，都应该是算是环境啊，生活的环境啊，生活你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任何一个时间的点上，你一定是在一个空间的点上，空间的周围那就是我们的环境，是，所以都是有人有事有物有物那么这一些呢，
如果你把它当成呢，所谓身外的东西，全部把它当成呢，这是跟我一体的，我们根本分不开的。你就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，那就不需要有什么对立，对立了，也没有什么人我之分。比如说，我们看，看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多半是啊，没有什么好不好，就是普通，就没有什么好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这个少数的人对我们特别好，这个少数的人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坏，那就类似于我们的身体啊。我们的身体是这么大一个身体，全身上下真正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不多的，真正感觉到好舒服啊，好快乐啊，也不多的。那你就把它当成，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整个身体，整个身体的有一些部分不舒服，有一些部分很舒服，但是呢不是全体。那我全体来讲的话，没有问题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对好的这也是我的身体，不好的也是我的身体，那就没有什么要这个好的呢，就是要想办法多占取一点，不好的呢我就对抗，我给他对立，想把它征服，或者是用它打倒，或者把它消灭，这种念头就没有。如果没有这种念头，那我们这个叫真正的宗教，这个是吧，天人合一啊。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就出现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个人和整个的大宇宙，你感觉上啊，体验上，或者是一个认知上，是完全是一致的，是一体的。如果认知上是一体的，还有呢，你能够啊体验上也是一体的，那就是宗教的修养。如果有了这种宗教修养的人呢，不会有人我是非。所以真正有宗教修养的人，我们看到的呀，我是看到的不少了，那一般的不容易看得到。是，那么像这些人呢，不会说是哎呀那个人很恶啊，那个人很坏啊，他就觉得恶人坏人只是他这个，这是说偶尔他发生了一些状况，你不能说这个人就是坏人坏人，只有人做了坏事，并没有坏人。因此呢，这个大的宗教家，有宗教修养的人，他是没有敌人的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讲到，就是说有宗教修养的人呢，不仅能够体会到身心统合，同时可以体验到我们与宇宙都是一体的啊。然后呢，这样的人呢是没有敌人的。哇，这种境界多值得追求！我只体验到一点点，就感觉到已经是好的不得了。那么如果能够渐渐的提高修养，我想那真的是太棒了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